唔係噶，振华，快点呐，等你请客。师傅，哎，金仔，快点呐！你只喝十分钟，快去帮你买个牛奶啦！牛奶干嘛啦？怕你会晕倒啊！好，我把姜也拉擦了，不？哎，不要这么爱面子，我去帮你买一下啊。嗯？这下我中午吃剩的面包一人一半。面包来我！有代价的饮料你请。哦，收回来背了，我请。叶大同吗？姿势不错哦。嘿嘿，你不要吵了，我在自我训练了。大就直啊，你看膝盖没掉起，屁股翘那么高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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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是在惊啥啦？你们师傅又不在。真的吗？啊，这个时间你们怎么可以过来这里？团长，我跟你说，刚刚我们上游泳课，这是五个女兵，身材真的是凹凸有致，穿起泳装，这真的吗？哎，啊，你刚不是很矜持在自我训练，啊，现在怎么听到女兵就变这样？快点赶快呐！啊，哪一个身材最好？哪个身材最好？我知道，有一个白白的叫吴金凤的还 OK。No。五个女兵里面有一个欧密嘛，人家说一白遮三丑，林磊芳最正，最正啊！但是我觉得女美玲也很好。小和睦就不要再提了，但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女朋友。那个吴君凤怎么样？嚯，那是讲到吴君凤哦，团长我跟你讲。你是五个里底上歹一个啦！你搞啥？好好玩啊！是谁看到吴君凤的身材啊？就在游泳池里面，大家怎么又看到？团长，师傅，训练不训练？偷看女人穿泳装？士官长，是男人都会看女人啊！你闭嘴！这里没有男人跟女人，只有军人。还有你。叶大同，识别证都掉了，还跑到这边来游戏，好好玩啊！腿力训练200下，加紧。报告士官长，我们先离开了。站住！你们批评吴君凤的时候，也要打听一下他老子是谁，居然在老爸面前讲他的女儿，按照大清律例，这是要挖眼睛的。闭嘴！报告士官长，我没有说吴君凤的坏话，是他们三个说的，请准许我先离开。你也回来，站好！我告诉你们，这笔账我先记住。啊，你们批评我女人没关系，一旦等到这个跳伞没通过的话，我们就骑着脚踏车看哥本，走着瞧。厉害！谢谢，谁叫你动？继续夹着。小兔崽子。